腾龙配套的世界级高精尖加工设备。北方奔驰公司投巨资建成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汽车总装、车桥加工、分动箱加工、大型驾驶室覆盖件和车架成型痛压、艾森曼等大型生产线，体现了我国制造世界级重型载重车的能力。现代化的冲压分厂拥有世界一流的数控大型液压机、剪板机、德国进口的钢板对接机、从德国引进的2×2500吨双程联动数控压力机，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数控压力机，从德国进口的800吨液压压力机，对各种车辆驾驶室的全部覆盖件、油箱、挡泥板等均可一次加工成型。车桥厂采用以计算机网络控制技术为构架的最新技术和装备，主要生产线由国外引进的70余台数控机床及加工中心组成，代表了当今我国乃至亚洲车桥加工的最高水平。总装厂建有现代化的驾驶室组焊、喷漆、内饰、车架铆接、底盘总装等9条生产线，完美的北方奔驰重车来自这里每一道工序的努力。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完美制造和高品质的追求，引发了国内对特殊用途的高档重型车的需求，一些国家重点行业和部门首选北方奔驰替代进口。国人认识了北方奔驰，也肯定了北方奔驰。1996年，北方奔驰荣获全国重车检测第一名的荣誉称号。1997年3月，北方奔驰通过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。同年，北方奔驰重型汽车被国家认定为走向世界的100家中国名牌之一。1998年，北方奔驰获得国家计量检测体系合格证书。邮政车等车型被国家经贸委认定为国家级新产品。2000年3月，被国家科委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。中央军委选择北方奔驰装备青藏高原部队，为的是在恶劣环境下承担艰巨的运输任务。为了提高野外运输的可靠性，大庆、辽河、新疆等油田累计采用北方奔驰汽车500余台，邮电部采用700余台用于替代长途运输进口车。在长江流域抗洪抢险中，在青藏铁路施工现场，都有北方奔驰奏响的美丽乐章。北方奔驰以其独特的品质跨出国门，远销伊拉克、埃塞俄比亚、尼日利亚、土库曼斯坦、哈萨克斯坦等国家。在北方奔驰驶入发展快车道的今天，重点不在既往，而在开来。产品差别化和顾客价值最大化是北方奔驰的不懈追求，规模化、国际化经营目标是北方奔驰正在实现的宏伟蓝图。贴近市场的主导动车产品也成为越来越多用户的首选车型，建立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经销商、专用车生产销售、备件销售、售后服务4大网络已经步入更加完善的阶段。北方奔驰人将实现在250公里的半径内24小时热线服务、72小时服务到位的承诺，为我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再次腾飞竭诚奉献。